所以呢，咱伫咱劳动运动工会啊，伫咱的这个垒球场，我们呢从西边走，有这个自行车道，一起走啊，走回原地，然后我们有摸彩，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啊，今日呢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呢，哎，咱讲来爱地球啊，让我们的地球呢，因为大家的帮忙，都能够空气很新鲜啊，都能够健康快乐。配合我们林务局啊所举办的植树护林守护台湾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活动，那么因为咱的地球暖化、气候变迁啊，绿咱这个节能减碳啊，这个环保意识哦啊，是咱共同的责任。啊嘛，希望讲会当借着这个健康休闲的活动啊，来为咱的环保啊，咱这个绿节能减碳啊，共同来尽一份心力啊，来打造出一个绿化健康的城镇。啊嘛，伫遮要特别邀请所有乡亲朋友，伫3月10日，啊，大家当共同来参与，共襄盛举，感谢大家，谢谢。植树护林，守护台湾。